生你好，小姐你好，这杯酒是坐在那边的那位先生帮您点的。在我来之前，有多少男人来向你搭讪？不知道。我想知道现场有多少双眼睛在瞪着我。包括你的话，应该有三四个吧。不，至少七个。如果今天晚上我把你带走的话，现场至少七个男人会不爽。这种成就感，你们女人是不会懂的。喂，小苏，怎么了？二位王总，你睡了吗？对，我困了，先睡了。嗯，那所以你在房间里对吧？你打开门，我有急事找你。哎，好奇怪啊，怎么从你的手机里听不到我按铃的声音呢？你没在房间呢？我现在在洗手间了，酒店隔音效果很好。那好吧，那这样你慢慢上卫生间，我就在门外等你。非要现在吗？对啊，因为是关于我们合同的事情，所以很重要。哎，喂，王总，如果你不出来，我是不会走的。好，那你等一下哦，啊。不好意思，有点急事，能不能等我一下？怎么，老婆查情啊？不是，我老婆对我很放心，是秘书对我不放心。等一下，我通常呢是没有什么耐心的，不过是因为你，我就破例一次。谢谢，忙会儿。喂，苏雅，我在门口啊，你人呢？我在门口啊，没看到你啊。不可能啊，我就在门口啊，在哪个房间啊？我在你房间门口啊，1118嘛。哦，我是来小刘的房间了，1310。那好，你不要动啊，我马上到。喂，喂，你在哪？我在刘洋房间门口啊，你不在啊？好，我上来了，你上来吧。好，我马上到啊。Nữ giới cần tìm bạn đời. Nữ giới 26 tuổi, cao 1m53, nặng 53 cân.
Nghề nghiệp là nhân viên văn phòng, hiện ở Phú Xuyên, Hà Nội, cần tìm trai đi đến kết hôn. Là người vui vẻ, dễ gần, muốn tìm bạn đi đến kết hôn. Để xem thông tin liên hệ của bạn gái này, lòng soạn tin nhắn với nội dung. Đạo đi có gì gì sự à? Ê, 你穿了西装去流浪房间干嘛? 不要休息了吗? 我刚刚洗手间坏了，马桶不能冲水。 马桶坏了? 我现在帮你捡起来。 没有，我修好了。 到底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啊。 对，我的房间没有网络了， 所以我想借用一下网络，好吧？ 就一下下。 上次环保局的案子你写好了吗？ 我按拍照的去写了。 不行，我要你亲自写。 而且我还要你写一篇 你要出去啊？去买包烟。不用去了，我这有。买包饼干去。饼干我也有。好，还有。不用了，谢谢。 去散散步。那我不用去。不去了。搞什么名堂？没有啊。你等一下。身为一个秘书呢，我应该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我决定，今天你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吩咐我。真的，不要客气。好，我不跟你啰嗦了。我回房，你写报告。好。 王总，我忘告诉你啊，如果你要去坐电梯，那是一定会经过我房门的，千万不要客气，尽管吩咐啊。小姐，等等。 怎么了？你住几号房？1105。房卡呢？在这里。去吧。等一下。 有什么事？谢谢啊。谢谢啊。哇靠！哎，谢了，兄弟。 谢谢谢谢。Yeah, I was in the table over there looking at you. You were alone here. I was wondering why. You seem to be too beautiful to be alone, you know? Really? You just told me the joke. That was so funny. You're a funny guy. Thank you. I kind of like you. No. 不好意思啊，耽误太久了。 不久，也就47分钟20秒吧。Hey sir. Yeah.
So. Oh, I'm sorry. I didn't know. It's okay. Yes, sir. Your beer. My bad. Enjoy your night. I'm sorry. You too.好了，我向你保证，今晚绝对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啊！哎，我可没有逼你哦，是我自愿的，因为你。什么都重要。喂，刘洋，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去酒吧，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王总也在。什么？喂，刘洋，我跟你说，你是不是骗我？他们根本不在酒吧，我已经找了一大整天，你看到他们啊？我都找了，我找了吧台，我就要去男洗手间嘞。你干嘛？吃饭？你跟谁吃饭？你是不是跟王总吃饭？哎，我跟你说，你不要骗我，你知道吗？你在哪里吃饭？你赶快告诉我。我跟你说，你要敢……哎，东，我挂了啊。哎，什么事啊？这车子好漂亮，哪里买的？你有病吧？是挺有病的，在哪儿啊？啊！需要预定宵夜吗？莲子黑米粥。哎，您好，预定宵夜，莲子黑米粥。哎，您好，需要莲子黑米粥吗？啊，您真的需要啊？哦，对，哦，对不起，厨房刚告诉我卖完了，抱歉。喂，那位你好，请问需要宵夜吗？宵夜？我们不需要。我们有莲子黑米粥。莲子黑米粥你们都有啊？好吧，麻烦你给我们两碗。好。1106房。马上送到。嗯，谢谢。哼，这种东西也有。住客，我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把房门锁上了，能不能麻烦你们再帮我做一张？啊，没问题。请问您的名字是？我都穿成这样子了，叫声重要吗？不是，我们有规定。什么规定啊？
喂，你们是不是准备让我在这里摘搞天亮啊？哎，跟你说，因为我的同事都回来了，你们看我穿成这个样子，以后就要怎么见人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呢？太不行了！你别哭好了。你坐好，别着急。房卡送好了，谢谢。舒雅，你穿成那样干什么？你才不要穿成这样子！你干嘛？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啊？他是我秘书啊。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干嘛。你呢？你清楚你自己在干嘛吗？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老婆吗？舒雅，你不要这样。王总，我从第一天进公司上班，我就知道你有个好太太。我看见你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我也知道你为了他推掉了几乎所有的应酬。我当时就想，我将来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男人当丈夫。舒雅，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我今天这样做，可能真的很奇怪。可能都是因为你在我心里真的是个理想丈夫，我不想看见你做出对不起你老婆的事情，所以我才这样的。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这样子。苏瑶，不说了，我是个外人，我没有资格指责你们，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有资格。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我不干了，我马上辞职。辞职之前，我要帮你做最后一件工作，你不可以骗你老婆，我打电话给她，密码多少？你密码多少？你不要再发疯了好不好？我已经摁错两次了，我再摁错一次，你的手机就会被锁上。明天一大早，我们那笔大的订单确认的电话就会打到你的手机上来，你先想清楚，是要女人还是要事业？苏雅。0816，什么？密码是0816。我做了你两年的秘书，我都不知道你的手机密码。这个女人她……你打。喂，是舒雅吗？我是王远的太太，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不客气。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结婚5周年纪念日，我们约好了要假扮陌生人约会，结果就这样被你毁了。还不赶快滚！
道啊？你有没有告诉我？我需要向你报备吗？我以为你……小刘，把他带走！我他妈今天见鬼了！去哪里碰他们两个？谢谢你们。我以为你走。你手机还给你。结婚纪念日快乐。我谢谢你啊。不客气。